相关媒体报道，16日，肖战现身央视春晚第二次联排，一身黑 look 走进央视大楼，黑色棒球帽加黑色羽绒服的帅气少年，背影也好看。预祝战战彩排顺利，期待精彩表现。在台上，他是掌控全场的歌手，台下他是在线角色的演员。期待肖战，谢谢央视春晚的邀请，一起等待最终结果，期待央视春晚的最终呈现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